台湾拍拍照，了解台湾的文明加文化，你上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咱最近拢伫这平湖佚佗，那去到这平湖的时阵，忙买一个马公迄个圣公庙，一定爱去甲看卖一下。啊，这是一个圣公文化的古迹啦，吼。那么这个庙呢，啊，是伫1920年，即个目前先看到这个，吼。伊即嘛是变作是国家三级的这个古迹。那么各位看伊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物啦，吼，比率啦，拢真好。啊，这吼，甲咱即嘛咧去较无啥共。咱即马咧去吼，啊，真侪人拢因为这科技发展吼，啊，人古早种啊照这讲照砖木遐安尼来去去吼，愈顶悬愈轻，啊，所以你若放地当啥，你就袂偏伊啊。啊，咱即马毋是啊，咱即马就反正就钢筋水泥，人定胜天吼，逐间庙嘛起甲，啊，而且呢起甲拢无留白的所在，啥物？这比如讲，刚才这厝顶厝遐这所在啊，你啊伫台湾看这庙啊。哇、哦！起到啥物灵风啥，逐项都有安尼啦。啊，你看人家安尼清清气气安尼，啊，这又为什么安尼？因为啊，你目前所看到这间啊，是1920年的时阵，因为迄个时阵平湖的这個、啊天后宫，也就是这个妈祖宫呢，迄时阵定要啊落去定建，就是讲要改大建，要改整建就对话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就去请到这漳州甲泉州的这东山吼、哦、来。啊，东山来的这個师傅，吼、哦，啊，留这個朋友，啊，你去去，啊，大家去去来，发现讲，我这，你这妈祖庙起个遮水哦，你无归去吼，阮遮大家拢哦，全部，阮所有庙拢来，啊，全部拢来征收。所以呢，到了1933年的时阵呐、啊，啊，这种起好这条款，变成这个形。那么大家要知影，就是讲，伫1885年的时阵呐、啊，清国甲法国啊，发生了战争，啊。清国吼，有人讲中法战争，迄个时阵无中国，所以清法战争就是清国甲法国的战争。啊，清国是满族，法国是法兰西族，所以这内是两个外国咧相台吼。啊，但是迄个时阵啊，当然呢，这個、啊中国是即卖中国是由清国满族所管的吼，因为亡国去啊嘛吼。啊，迄时阵法国就进攻啦，啊，这个啊平湖，那么平湖呢？本着马公这所在变战场，啊变战场呢，啊，迄时阵啊，讲听讲圣公爷吼，啊伊就显灵啦，啊显灵呢，啊就保护着这住民，啊所以刚刚着这清光绪皇帝时阵啊，啊就改加封灵应侯，啊什么意思呢？啊个颁奖匾啊，可以讲叫做功臣捍卫，啊所以即马入去内底看先啊，注意这个匾啊，啊意思是讲，哦，啊这个。啊，这个圣公爷底下的这个地位是非常的高啊。等等啊，佮过来伫1901年的时阵呐、啊，迄阵因为到日本时代啊，啊，迄阵有一个叫做新社，新社这个所在呢，就是讲合作的这个平湖的居民啊，希望即有人食鸦片啊，所以呢，看看是毋是会当把这个鸦片佮啊盖起来。好、哦，安、啊、来看，这是一个即间新社目前阁有啊，所以你呢？有闲的时阵，嘛会当去看吼。啊，伊算讲啊，底下呢有一挂人啊，拢大家咧想办法。古早时啊，人想办法吼，啊，就希望这个圣公爷会当塑料这个啊避风吼，啊，就甘露水，啊，这甘露水呢，啊，可以当做霸灵丹来救人等等。啊，即摆咱也是要来到圣公庙，第一个爱安怎参观呢？真重要。第一，你若行到内底时，你要远远看到这圣公庙，圣公庙两个条啊。那两个条啊，对联，对联在跟你讲，啊，你是有想清楚，你这世人是做好事啊啊做，还是做歹事做咧？那是想清楚才来哦。好，啊，即摆来的时阵呐、啊，你伫庙门大入去啊，顶悬写一个啊，一个你来了，二来了，你来啊啦。啊，即摆头壳壳壳，我倒过来看，哦，顶悬一个大算盘，就是讲啊，这世事何必啊多计较吼、哦、啊，成天。啊，自有大惩处，啊，就是讲，啊，你都拢你拢你你家己唔免计较啊多啊啦，你要想想，就讲你贵死啊，我拢甲你算好势啊。啊，即摆啦，大家徛伫迄个啊中爱时阵啊，你就好好想看卖。你若是好人惊正平，歹人惊倒平，吼啊，两个诶福报无同款。富城这圣公庙，甲着这个啊，平和这圣公庙吼比起来吼，诶，各无同款咯。啊，咱就去看下这个富城的这个圣公庙吼。你看这虎虎城啊，这个东岳哈、啊，这你看看这里、个，
这个嘛是起啊真水，啊，即马正咧修，吼，啊，这两个是算讲侧面咧，啊，两对的侧面，啊，这个城隍庙顶冠嘛，甲你讲吼，你也去到这个城隍庙，我感觉台湾台南这府城的这个城隍庙啊，甲人较无同款，就是讲，伊内底也有甲你讲，伊讲，你若是要来拜我这个城隍爷，你的心爱正，平时爱做好事，啊，你好事哪拢无咧做，你来甲我烧香，吼，无效。啊！你啊，拢无你真正搁啊做认真做好事，你用迄金纸小小的讲，看看我会对你较好未？无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讲起来吼，啊，咱这个若是要来报，若是要来拜这个庙啊，诚心介重要，是不是介重要？我最近看到咱这个台北保安局啊，人迄个王爷啊，这出巡的时阵啊，人即马就讲不要放鞭炮，哦，无一定爱放鞭炮嘛，吼、哦，上次讲的一定爱放鞭炮。所以呢，这就是讲表现讲，即个新民，即个啊压香啦，啊即个烧金纸啦，吼，啊即个放鞭炮，你要一个节制嘛，哦，啊上主要是你心心爱搞。来，咱即马来看看啊，即个影片。这是平湖的城隍庙，我人生第一道知影讲要安怎看城隍庙，就是伫平湖一间才知。要入庙门，先看两边的条啊写啥？要归，要归家去，须早回头。你不等爷先回头。入庙来，当房施主两个正品啊。这意思讲，你哪要来，就爱好好算看你一世人的功甲过。哦，你来了。哦就是这节圣伯君王感谢公，世事何须空计较，神天自有大成主持。啊，你嘛想看你的一生功与过是安怎？来，好人就甲你行这边，包善师。然后呢？哦，阴阳师。不讲个哦，注入师啊，弄好名哈。不过讲个，红子家拜拜拜，阿拜，练拳，这条真的好顺顺的，就人都顺。哦，啊，另外你啊，派人就是要行这边，速报师。来，华二师。就安尼讲得出来，就一时爱想看卖哦。这平湖的城隍庙真水，但是府城的城隍庙诶嘛真古早，一二一六六九年的时阵呐，啊就有啊。啊，伊内底吼有真重要，比如讲伊的匾啊，匾啊，比如尔来了，吼、哦，伊算讲国定的古迹啦，吼、哦，是这个承天府的城隍庙。啊，顶管迄匾啊，写讲尔来了，啊，甲一个台南吼，比如讲一字匾，啊，比如讲了然世界。哦，顶顶呢，这拢是这個台南非常重要的名片。那么所以呢，啊，你若去平湖看过，啊，你若去到这府城，有闲你嘛爱入去甲看卖者。哎，新竹啊，佫另外一个就是新竹市的这個城隍庙，这种都城隍算讲哦，省长一级的，算讲足高级的这种啊城隍庙，来，咱先来府城看卖。这是台南府城的城隍庙。你来了，这个匾啊是台南的三大名匾之一。每日庙进前有跟你讲，神若是有灵，就袂使家己乌洗，所以你希望要用小金来家己下罪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你买来这，佮有甲你讲，你若是歹事做尽，啊，你夜香来拜，
嘛是无效啦。最后，佮甲咱讲，你若是正直的人，看到圣皇，啊，你无甲拜，伊讲安尼嘛是袂要紧啊。圣皇庙头前遮个门神，就是咱的大师黄丽水的作品，先煞甲各位介绍。好，安尼我做道头，圣皇的话我一定甲大家讲啦吼。是啊，所以你若心做了正，啊，就无一定讲啊，一定爱拿香拜，啊，一定爱烧金，一定爱放炮啊，哦，上重要是迄个心，迄、那个心上介重要。啊好，咱今日安尼要来介绍平湖的黑白两金、乌白两金，休困者马上做的。台湾拍拍照，了解台湾的文化加文明历史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来，咱诶啊，今日要来讲就讲平湖的乌白两金。什么是乌白两金呢？乌金就是啊，这个平湖到到这个当地时阵，就迄个野生的这个紫菜啊，啊，这紫菜哦，哦，迄个时阵哦，生了特别旺盛，啊，这平湖人就去甲收集起来。我收集起来吼，啊，就让卖足好个介绍，所以这种加菜金就对我啦吼。啊，偷偷呢，来看一下啊，偷偷其实啦，袂使讲读做偷偷啊，读做土土啊，我正甲各位啊，伫这节目内底讲几下道啊吼。那么，这算讲台湾的这种啊马家春鱼啦吼，啊，这种个呢，来讲这伊这吼是直纹吼，而且啊，伊个这鱼尾。鱼的纹呐，哈，纹路是直的。那么这种特色呢，尤其啊，伫平湖啊，那来到了这个冬节过了后，刚刚在这个啊，要元宵进前啊，嚯，这站的这个特色呢，上盖好食。啊，我问人讲啊，啥开上盖好食？伊讲啊，都，伊都可能这地啦，哈，这个天气较寒，哦，啊，然后呢？第二个什么海底的洄游生物较侪，反正讲起来就是到迄个时阵的这个平湖的偷偷啊，都有一种足奇怪的这个啊，这种啊，这种讲起来足奇怪的香味啦，啊，所以呢，迄个时阵的偷偷呐，吼，啊那再去啊啊四界卖吼，不得了，大家用抢的呢。所以呢，迄个时阵平湖人那是抓到这土土吼偷偷，安尼吼。我甲各位讲，哇，迄阵嘛等于是讲年终奖金就对我啦，吼，还佫家己来咧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以前听讲，平湖人会将偷偷掠来了后呢，啊，就话切壳，切壳呢，啊，我什么盐做这个，啊，讲或者鱼叶干，吼，啊，这蒸起来，吼，啊，这因为要蒸起来，你看这变白白，所以叫做白金嘛，叫做白金。但是这个啊，这个偷偷啊，唔是讲啊，定定散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台湾未来都有真侪，比如讲。白白啊，假偷偷啊，不如讲石桥啊，假偷偷啊，这拢是咱台湾话，因为偷偷啊变出来话。啊，这样我去到这平湖的时阵啦，哎，看到偷偷是假，我想讲我平湖偷偷上盖好食，哎，啊你赶紧嘞，先该顺一碗吼，啊你去家有一间叫做咧卖偷偷鱼羹，去家食看卖。偷偷鱼羹来。这间听讲是马京上界有名的土豆鱼羹，而且嘛有分店哦。是土豆啊，白巴。土豆。土豆。啊，我都惊伊石桥啊，加土豆，所以一定要甲问家底。平湖的土豆有一种特殊的芳味，不过一定爱滴。冬至甲春节这段时间抓到才会安尼，但是过了元宵，听讲啊，就无迄种足特殊的气味，啊买嘛是假买啊。因为平湖的流水真正清气，而且呢，迄个时阵的食物充足，佮加上天真冷，所以鱼仔的体内特别多油脂，啊，就会产生迄种膨溃咯。不过，那是用来做土土鱼羹，哎，歹势吼，拢为台湾运过来啦。啊对，咱今仔有一个食食通要来评论。在澎湖转起来是不错的。哦，是。
袂歹哦，咱最近拢有迄个前来进部长来甲咱做食食通，甲咱评论一下。OK， 那么啊，你有通啊看到伊个影片内底吼，伊咧爬迄土鱼哦，伊是用爬哦，吼，啊用爬，甲咱那中南部拢上爬啦吼，啊那迄个较北部的就出几地安尼，啊用爬有一个好处是讲伊会甲迄个汁吸入去。啊毋过吼，讲起来这土土啊，无遐侪朋友土土，啊当然。啊！你是平湖吼，要食迄个土土鱼，皆是用平湖的土土啊落去做的，安尼一碗大概卖你六七百块，所以无可能去用到这种啊正港在地的这平湖土土。不过呢，真正好的时阵的时阵，土土呢，就伫这台南水仙宫啊，水仙宫内底就出现。那么水仙宫呢，就开始甲看，就开始这鱼啊来，啊拢安切块切块哈，啊有真空包装，啊最近看一斤算偌济啦哈。比如我有一年去啊，吼，我贵价安尼一斤吼，啊卖卖啊七八百块啦吼，啊，不过我一个细买呢，个啊大买个不得了啊，吼啊，所以这种做抢市的，咱先来去台南的水仙宫来抢一下啊。每一年那是冬节过了后，平湖的土土就出现伫台南的水仙宫市场咯。啊，这样平湖的。听讲土土无价，看人卖，所以有个人家写足清楚，就甲搭伫个土土鱼顶悬。我今年是安怎算？啊，今年安怎算？哦，哎呀，社会社会在较少。啊？社会较少。社会较少，一斤偌济？社会迄一斤六百。一斤六百。啊，大部分拢几千嘞。哦。啊，我今年介绍安怎？哦，是哦。对。哦，伊今年介绍有较贵。哦。啊，啥海啊？较贵。拢掠无啊。掠无哦。啊，买啊，买啊，毒，啊，买啊，毒。嗯。几块啊？是几只买？咱买几块啊？啊。咱买几块？啊，买几块的啊？啊，这条贵的咯。嗯。其实有个人嘛，将着朋友寄来偷偷寄来家，请人处理。反正的距离，若是冬节过了后，就要来水仙宫找有特殊烹开的平湖土土咯。OK， 我即卖呢特别画了一张图，啊，这张图是咧解说讲啥物叫做北北啊鸡土土。北北啊吼，即、這个就是叫做北北啊，叫做土土。北北你注意啊看，伊纹路是用点点状的啦吼，土土是这种型的。啊，这两种的鱼啊，其实啦，因的肉质啊真像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土土呢有季节，北北啊无季节，北北啊无季节就是讲北北一年四季啊拢有咧产出。啊，古早时代有一句话讲，北北鸡土土，有个人的意思讲，安尼唔就表示讲北北啊歹较歹食，啊土土较好食吗？唔是安尼啊，也是讲伊个四季拢有，所以无这土土的时阵呢，啊就做北北啊，啊就真心笑啦吼。即有人啊咧做这个啊北北啊。浮水鱼羹啊，浮水鱼羹呢啊，鲫鱼嘛会使做啦吼，沙白鱼嘛会使做啦吼，啊，这种啊，这种北北啊嘛，当然嘛是拢会使做。啊，有人就讲，哦，我这浮水鱼羹就是地心工啊，福州兵啊啊来做的吼，来教的。这就是讲对着这个饮食文化研究了无彻底。其实你若去中国的这个福建啊，莫讲啥，无一定爱去到福州啦，你若去泉州啦。啊，漳浦啦，吼，这个所在你凊彩看，足侪人咧卖这种买家鸡，啊，买家鸡其实就是咧讲北北的较大部分。好来，咱先来食一碗浮水鱼羹。伊台南赤崁楼诶对面武庙诶隔壁，有一间食饱北北啊浮水鱼羹。八等鱼哦。诶，这上南街的贵青，贵青鱼啊。我来时阵，因拄好咧做一组北北鱼酱，还当安尼买哦。超是超啊，鱼肉甲酱连算联合啦，算鱼肉甲酱联合起来，算手工的啦。这算最主要，因为伊的肉算幼味啊，幼味。啊，所以时阵手工的时阵，较袂类似你那是不是？你那用机械伊迄个算。用机械袂使，压力上大的时阵，伊迄个口感很少。这位是店头家欧先生，这是算用来煮啊嘛吼。即马开始要来制作浮水鱼羹。你看这大细粒边来知？大概还讲偌久？浮起来就好。哦，
水果是浮水鱼羹。伊种讲来是，啊那是熟啊，伊就主动浮起来，叫做浮水鱼羹。啊，你羹这是啥物羹？是啥物？啥物做的？含住粉的空间哦。伊种那浮起来了后，就让将伊切过来，另外这个所在，安尼就是一碗浮水鱼羹咯。啊，过来头家要来安讲北北鱼的由来。北，是安那叫做北北啊？鸡头头，安尼是北北啊，较无鸡蛋吗？北北啊，较鸡蛋。北北啊，鸡蛋都不要。伊的量较少。哦，伊的量较少。啊，是安那还有一句话？应该是北加啦。嘿，北加。鸡北北啊是较正常。好、哦，北加鸡北北啊。你那是偷偷伊的花纹，甲北北啊是无共。无共。对啊。哦。偷偷伊是算波浪形的啦，哦、啊北北啊是定点。啊，北北是较好食，偷偷较好食。各有特色，各有特色、哦、啊！啊，你选择北北啊是啥物道理？它袂臭粗啦，它袂臭粗，我较油。它的肉质比较细嫩。啊，以上就是北北啊甲偷偷的故事了。哎，咱这啥物物件来讲？为这地心公啊来教啊，地心公来到台湾，不过嘛是十四个月尔。啊，头前咧甲荷兰人咧烧菜，啊后壁就开始咧教台湾人煮菜哦，清清菜菜。啊，真侪人拢甲故意甲这个台南、台啊，尤其是台湾啊，什么好食的物件拢是地心公啦。比如讲，哎呦，你若食到只青草啦吼，啊这青草是啥意思？啊写安怎呢？啊写做菜草啦。有菜事的时候啊，没有菜事的时候呢，你才可以操这件事情。啊，意思是讲，你若有菜事，啊你在边呢吼，你就袂当。啊，去做好料的啊！你若无菜市，才会当去食迄落啊，即、這个青草的物件吼。安、哦、尼意思是讲，无菜市的时候才去炒。啊，这毋足新鲜的。安尼意思讲，地心公无来之前，台湾人拢毋捌食过好料的吗？拢毋捌食过真澎湃吗？哦，啊，所以这拢是吼、哦、故意要甲中国黏做伙嘛。啊，这物件其实台湾就是台湾的物件，伊为地来无重要。你讲日本人。拉面为中国来啊，哦，蚕那么为中国来啊，但是拢变成日本人的物件。即马你阿问讲，啊拉面，是做的物件，你一句话你嘛是甲讲啊日本的物件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为底来无重要，全部拢是咱台湾人共同的这个文化。这是我咧讲好料的这个目的，唔是咧讲伊偌好食。后来后礼拜呢，咱阁要来平湖，要来去以前平湖倒听厅长。伊的这宿舍，迄有一个真趣味的故事。好，后礼拜台湾拍拍照，大家再会。我是渔夫，拜拜。